这道呢就是他们最著名的这个 fish collagen miso ball 哦 collagen 还有这个是那个 yakitori chicken 跟 truffle mushroom 这个 unagi 对，然后这也是他们著名的小菜跟配菜。今天要推荐的好物就是 Ogo 保温壶，还有分为 1公升、 1.6 跟 1.9 公升。是，我们不再是甜点吗？对，突然变吃早餐了。 它其实不是说很夸张，还是让我觉得有一点不一样的层次感。Jio U Go Shopping， 星爷Jio你去 shopping， 我是你们的购物达人 Lawrence 邱俊兴。你在逛街购物的时候看中一件你喜欢的衣服，你会先看价格还是会先试穿呢？男生和女生的观点大不同。我们欢迎今天的嘉宾 Apple 跟 Benjamin。 我是 Benjamin 陈俊明，那我就应该是 Apple 陈子游了。观众则是会误导，真的你会误导吗？我是 Benjamin， 可能之前是戴了假发。现在很流行反串，好不好？好了，我是 Apple。Apple 最近也是很蛮忙的嘛，就是拍了《女兵外传》，有没有什么比较压力的地方吗？ 压力啊，压力就是因为我会跟很多其他女生一起拍，每个女生都有不同的美，有不同的那个吸引力，就是要做好自己就最重要。我跟你说，如果 Benjamin 过去的话，可能压力就大了。对呀、啊，站起来就赢了。那 Benjamin 呢？其实近期也是在爱奇艺也是看到你的戏吧，喜欢百度，然后也拍了《继承者》。其实你们知道今天还有位特别嘉宾吗？有吗？谁？哎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Jio U Go Shopping， 这么肮脏的东西你也给放在屏幕上，这样会说。 收视不好，这个我看不到。其实，在有这档节目，他叫 Terry 啦，就是我的师弟这样子。然后今天就是的角色就来被我虐待这样子，有什么东西可以尽量使唤他。那 Apple 购物的时候，你经常会买什么？什么都买了，女生就是什么都买。其实有时候没有目标的去买，你看到喜欢，哎，也要买了。那对我来说，我买的东西其实都是科技上的东西吧，就是手机啊、电脑等的。然后剩下的钱都是花在食物上。那在购物的时候，你们是属于会先 看价格吗？还是你们会冲动型的，就直接试穿了？看价格，会先看价格。你不要骗人，你干什么都买的。没有，我的什么都想买，可是最后看了价格，哎，算了，不要买了。我没他赚的多，所以我是看价格先。 Window shopping吗？Window shopping， 对，都是眼睛在shopping。那在吃的方面呢？吃的就没有 Window shopping 了。无论多贵都会直接吃吗？要好吃，好吃的话就觉得值得的。吃饭是我拿来解压的一个活动，就是在很多压力的时候或心情很不好的时候就是吃。相信你们大家应该都饿了，快去准备，等一下我们就要吃东西了，好吧？现在呢，我们就马上看我们的这个购物小侦探，带我们去吃某美食啦。 Kanny， 你为什么要带我来市区？来这里一定要揪你吃好吃的。现在呢，我们不能去日本，所以我要带你吃一道只有在日本才可以吃到的好料。 Go，Let's go。 这间位于丹绒巴葛的日本餐厅环境舒适，这里到底有什么好介绍呢？这里有独一无二，只有在日本才可以吃得到的道亭乌冬。你知道为什么我那么喜欢道亭乌冬吗？为什么呢？它比一般的乌冬更加细小，所以你嚼劲的时候它是非常爽滑的。我要吃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是那个 fish collagen 的 miso bowl 胶原蛋白味噌汤。老板他很用心，因为知道呢这边有上班族嘛，所以他就让我们的食客呢可以自己挑选。比如说呢这里有胶原蛋白汤啊。 有 truffle miso seafood 啦 ，sesame， 然后有spicy， 喜欢吃辣的朋友原味也有，喜欢吃 garlic miso 的朋友也可以来这里挑。老板上车，哇，你们看色香味俱全，好漂亮哦。 你知道这道叫什么吗？虎虾明太子乌冬。好，你们看，这就是我们的道亭乌冬，美不美？明太子，我的 favorite。松露鸡骨烤鸡肉景饭，它的那个米饭呢，也是来自日本秋田县。 Side dishes 也就有我们的明太子 tamagoyaki， 然后我们的 truffle 意大利面，当然也有这个 takoyaki。 如果你有经过丹绒巴葛，一定要来到这一家日本餐厅 Miso Salmon， 千万不要错过它的道亭乌冬，超棒的 ！Don't say for you。哇，真的是超饿的。
是是是。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去日本，可是我们现在的现场就有日式料理可以吃。是的，是的。可是这样看一下，为什么这边少一个空洞？老爷夫人请吃饭，动作慢吞吞。小凳子，我都饿坏了。对对了，是是是。这一道呢，就是他们最著名的这个fish collagen miso ball。哦 ，collagen。还有这个是那个 yakitori chicken， 是跟 truffle mushroom。这个 unagi。对，然后这也是他们著名的小菜跟配菜。好，不要说那么多，来吃一下，好，我们吃吃吃。嗯。哇 ，collagen 是吗？啊，对，胶原蛋白，皮肤会比较好。有跟你在香港吃的什么分别？没有，都一样，很好吃，很好吃。它不会很像很厚，然后很怎么讲呢？很沉重的感觉。因为有时你吃那种很厚的乌冬，就觉得很多淀粉。对，面粉会很重。这个很刚刚好，可是不会扁扁的，而且 Q Q 的。嗯，来，你吃。哎呀，这个也是。不敢了，我不敢了。吃了，你吃，然后我们给你讲一句话。对。哎，这个是干的，我这个是干的，可以尝一下。哇，这个太好吃了！这道其实是真的太好吃了，完全就没有要给他讲话的意思。嗯，那很香，而且它这个干的酱料是他们店特制的。如果这个乌冬呢，在店里想要换成饭也是可以的。哦，对，你看很多 truffle， 黑黑一点点的，哇，很香哎，那个啊，真的很好吃。怎么样？哇，太鲜美！我跟你讲，一定要来吃这个。哎呀，太浮夸了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一个新人来说，你太浮夸了。不可以那么。监制，这个炒掉吧，换一个新人，我介绍给你。这个 cannot pass。嗯。所以这家私底下呢，我们是一直会去光顾的一家店。嗯，所以我相信呢，之后我们可以再多多去支持这家。哎，这家在哪里？哦，它在Tanjung Pagar的 MRT 附近，就在 Coco Tower 的附近那条街，白色建筑物那边，你就看到。叫 Miso Salmon 对吗？对，可以去关注他们的 IG 跟 Facebook 啊。吃完了这些日式料理呢，我们还有点心时间哦。哇 ，OK。我们绝对不会放过你们的，因为今天呢，我要带你们到处去吃，然后到处去买东西，所以马上进入下一个环节。Jio U Go Shopping 好物推荐，今天要推荐的好物就是 U Go 保温壶，它有分为1公升、1.6 跟1.9公升。那它可以保温多久呢？它是日本制造，品质非常好，重点是呢，它所有的都是两层的隔热哦，所以它可以长达6个小时70度，而且在使用方便呢也非常的方便，它就是只需一键这样按下来，就可以直接把热水倒出来喽。那这一公升的原价是32.9元，现在只需29元。1.6公升原价是36.9元，现在只要33元。那1.9公升原价是45.9元，现在是41元，非常划算，而且所有物品呢都免费送货到你家。小凳子还不赶快把所有东西带走？对，我全部都要。耶、yeah, ！吃点心时间，一直吃一直吃。我觉得多宝都会有另外一个胃吃甜品，尤其是女生，对是不是一定有第二个胃、嗯？你们平常都爱吃点心吗？喜欢，喜欢，超喜欢，所以饭后都一定会吃点心。不一定啦，因为很不健康。有机会的话就吃。好，我们现在是来吃这些零食。这些零食呢，我问你，它是哪个国家的？一定是墨西哥。摸你的头啊！它其实是菲律宾的第一畅销品牌，它在菲律宾呢就是无人不知、无人不晓的一个零食。什么？现在马上来试试看看。这个它就是他们家的 Bancho， 还有他们的这个虾条，还有这个 Pillows Chocolate， 全部都是菲律宾的吗？对，他们都是来自同一个公司叫 Oishi。所以我们在哪里可以买到这一些？现在在百美超市，还有一些可能书店啊，还有一些超市都可以找得到。看到那个 avocado， 我就想拿这一个。对，其实这个是我提议他们吃的一个吃法，因为平常里面是没有的，因为我们平常可能习惯沾 cheese 啊，沾点东西。如果我们要健康吃法，可以搭配 avocado。哎，其实它本身有味道，对，味道已经很足了。对，你要加这个的话，而且它有一点点微甜。不会腻，这个够了、啊。你的手好吃，好多虾、哦、条。如果你打开包装的时候，一打开，超级重的，它的虾味很香很香。嗯，就是很新鲜的嘛，这样。嗯，这跟我们一般在市面上买的虾条会有点点不一样。OK， 吃起来很香，好吃吧？对，甜甜咸咸的。你不要一直重复我们的话，好不好？是，创意一点。接下来这一道呢，是我私心非常推荐他们家这个 Pillows， 是巧克力口味的、嗯。我也看了很久了。它很像我们每天来早上可以吃的那种。嗯，对，可以当早餐。可以配牛奶的，真好吃。嗯嗯，它的 chocolate 巧克力，很浓，而且吃起来不是那种
很便宜的巧克力，而且它外面是它是很浓松松的，嗯，对啊，你可以看得到，真有很多巧克力在里面。对，哎，我们试看看掺牛奶好不好？因为我看到这一边有这一杯，有，看起来应该蛮好吃的。突然间好像又在吃早餐，是，我们不在吃甜点吗？对，突然变吃早餐了。它掺的牛奶感觉很不同，因为它比较软一点点，然后又是冰冰冷冷的。嗯，我觉得掺牛奶比较好吃。是不是？对对对对对。吃了正餐之后呢，还吃了甜品，现在我们的购物小侦探要带你们去享受一番喽。我们马上去看他们去哪一家 hair salon 喽。So Kelvin， 可以告诉我们你们这家发廊的特色吗？现在我们有推出一个叫 mini highlight 的。有些顾客他不喜欢太过花俏，或者太过单调，所以我们会把它做一点点 mini highlight， 是看起来层次会比较不一样。那一般来讲说这样子花费时间会很长吗？大概是两个钟左右就好了。Kelvin， 我们男孩子也可以试一下，可以啊，也是可以啊，只要是有头发就可以。对，只要有头发就可以了。所以这个挑染其实什么颜色都可以，我会搭配你的发型、发色，还有你的皮肤来确定的。你们的挑染会伤害到发质吗？不会啦，因为我们的 color 是日本的著名品牌的，它的 ammonia 没有这样强，而且它没有臭味。Kanny， 你现在的头皮有没有感觉到有刺刺的感觉？完全没有哎。不过我建议，如果是顾客来染头发啊，最好是昨天晚上不要洗头，不要洗头。因为我们需要它一层油保护着你头皮啊，我们染的时候可以帮你阻挡着。所以我现在帮你洗头了。请问这个机器是什么？然后它有什么样的作用呢？它是一个 nano mist， 它是主要是给我们护理、给头发补充水分的。它是加热器这样子的，而且它重点是不像以前放着那种太空机，而且要花很长时间。就是通过纳米的技术，所以它的水颗粒会更小，所以它吸收力会更快。对对对，所以有时间减半，让你们头发更快吸收。我很喜欢在那种不同灯光下打下来，看得出来它的不同的层次，过程中真的是没有漂，然后头发那个质感还是很好的。好，我们就欢迎我们的 Miraki 的发型师 Ken 来到现场。Hello， Hello， 你们好。Hello， 哎 Ken， 其实呢，在男生或女生理发，有没有一个出门很快速可以做造的一个造型？当然有啊。那你们谁要试看吗？啊、哦，不要，我真的弄了很久了。这种东西叫那种没有用的人来做就可以了。哦，没有用的人是不是、哦？没有用，没有用。小凳子，小凳子，不要讲，小凳子，小凳子拿他的凳子进来了。我自己带凳子来。Ken 啊，你觉得他这边最大的问题是哪里？一个东西就是因为很多男生通常是没有去吹头发，我们做一个造型的话，吹头发是非常重要。如果我们吹得对的话，我们做造型的话会更快速，脸会更好看。那这样的脸还能救吗？可以，没问题啊，肯定是可以、啊。可以吗？好，我们给你，你做主，我们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看他能不能救你的事业，好不好？脸就交给我了。好的，好的 ，OK， 好，我们就可以开始了 ，OK。所以通常是男生的话，我们会教他怎样去吹它，因为本身我们的男生通常是旁边的是比较阔的，所以我们怎样去整理它是最重要的是头顶这边，所以我们会建议是他们什么，如果他的发量是梳过来这边比较多，我们会叫他们先反方向吹它这边先，全部是往居中间。这是干的时候吹吗？不用湿。主要是湿的时候，所以如果我们看了过后，它全部是往中间吹的时候，我们很明显看得到这边会比较蓬松了。对。如果我们是先吹它上去先呢？花了它的头顶的那个蓬松度会移过来去旁边，就不好看了，是变成是旁边太大了。是通常我们会建议是往前面吹，过后才吹上去，那造型会更好看了，而且完全是不用用到梳子的。OK， 我们是示范了过后往前面吹了过后，如果它的发定是在这边还是在这边的话，我们就是往这边直接吹上去，一直这样扫上去，这样扫上去，这样的话它的头发会比较服帖，而且它的蓬松度会缅甸会在这个地方，好 ，OK， 因为他额头这边比较高，所以我是需要他是有一点点的盖下来一点点的。我吹完了上来了过后，我就会打反又再吹回来下来，这样的话它的弧度感会再出现的。你们会很明显可以看到它弧度是往上面再吹下来，这样的话会看起来比较好看。然后再上又再下，对。OK， 通常是我们查 wax 的话，要来留的，它就是说我们要擦到整个手都有。为什么要这样做？其实是我们要这样做啊，男生做造型啊会比较均匀，因为有时候我们擦东西是一擦直接擦上去头顶，是是是，变成是好像一点点一点点这样，会变成是不均匀，是不好看的。而且整个会很黏。对啊，肯定啊，肯定啊。通常说我们烧的话，我们会直接擦下面这边先，
OK。哎，不错嘞，真的吹了出来后，真的很容易调。对。哎呀，整个是很蓬，不会很塌。对。也不要把它弄得太好看了，等下有点抢镜。随意就好。所以我们做完两个造型的话，我们就是开始喷这个 hairspray。通常是喷 hairspray 也是很多做错的方法，就是直接喷在他头发。我们一定要这样带过它，移动它。其实是表面而已。对，表面的，因为这样的话你会护到头发会更好。所以通常我会这样教你们，全部是这样移动它走。所以定型也不要定的那种死死的感觉。对呀、啊、对呀、啊。好像让人家感觉像喷很多发胶出门。对对，就是太明显了，就是很假嘛那个感觉。如果好像比如说我们看到哎有一点毛躁的地方好像很散的，我们会讲去处理。就是很多人一般上的话一定会在哪位再擦的。你再擦下去的话，它会更粘在一起，粘会变成是一条这样。通常呢，我会建议是customer喷在手指指甲这边，这样顶住它而已，这样它会粘在一起的。这样的话会看起来哎。看起来会更好，而且我不需要擦太多东西，用 hairspray 而已就可以了。好的，现在做完了那个造型，你们觉得这样？很不错哎，发型好了，人还可以了，脸就还好啊，哎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哎，那 Ken， 如果我们三个人呢到店内去护发或做这些 treatment 啊，还有剪发，会有什么优惠吗？我们的 promo 是 mini highlight 跟 treatment， 我们现在做是228。228128可以接受哎，这价钱。长发跟短发都一样。都一样 ，for all hairline。对，那我们早天要下去了，一起去。你就不用了，你就不用了，我们三个就好。他就在门外。这种钱不要浪费在你身上。好，我们接着谢谢我们的理发师 Ken， 谢谢你，拜拜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哇，又吃了美食，又吃了零食，然后现在在理发。我们今天是各式各样的好物都在我们节目出现，是的。希望我们今天都玩得很开心，开心，谢谢，谢谢，不客气。那大家呢，也要多多期待我们下一集的来宾和我们下一集的节目内容哦。我们谢谢我们 Benjamin 还有 Apple， 嗨，我是 Apple， 嗨，我是 Benjamin， 谢谢大家，还在这样，拜拜，谢谢，拜拜。